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天一个星星，来看看基础的虹彩拟真情境训练过关法。这个是郊区撤离的第二颗，用爆破炸药摧毁两个可破坏的表面。这个还蛮简单的，就是装炸药然后炸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是在直播的时候过的，我们就切换到直播的音效。打我！打到你、欸！其实你就剩九公尺了，你就去救他算了啦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啊？这种马桶，然后亮亮，干嘛用？哎、欸，你可以躺着进去耶、欸，不好吧？不好，会躺着。这个姿势很怪哎、欸！啊，你派无人机就好啦。卡在情境就放弃。他躲在这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。啊，他为什么要躲在这么多叉叉的地方，把自己关起来是这样出不去、啊？你可以这样偷子弹吗？不行。他可以去跟女主角说话吗？应该还不行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是说无人机可以跟他说话。不能啊。我觉得你这个方向。没关系，我还要出来。干嘛？连自己都不敢？是不是要躲好？反正大家只会冲。Grabbing hostage. We've got the hostage. Take him to the extraction point. 走，刚刚的路出去。Keep the hostage safe. Hostiles approaching. 好声音！我赶快躲啊！是救你的人，是不是通常不是先死人质，走不同路出去，人质不知道可不可以跳窗哎、欸，逼他跳，你给我跳！以上就是我们第二关第二颗星，用炸药摧毁两个可破坏的表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